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少女猎人啊，最香最色的手游，旭哥都一定要来开玩啊。这个后宫殿，看这个巨乳这边晃就知道，这个游戏一定是非常赞的。好，那旭哥今天会讲这个可以免费拿到10只 SSR 以上的角色啊，包含这个 UR 总共有10只以上，还有这个最炫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以及这个游戏的 T0 神角推荐，还有各种的欧派巨乳福利后宫超爽，都在这一集攻略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那开局就有这个哇，很香的这个欧派女角啊。来抽一下手抽，这个游戏应该也是那种色色的福利 game， 我们来抽看就知道了。这种 game 旭哥最爱玩啦、啊。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转蛋的界面是这样，从森林跑下来一个美女，来，我们的手抽，红色的，哦，看起来不错哦 ，UR， 哇，开局直接拿 UR。怎么这个风格有点像那个《龙与少女交响曲》啊？维拉，来下一支 SSR， 哦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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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个衣服很透啊，赫拉尼斯，开局就给我们这么多福利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又是什么？哦，每个都巨乳哎、欸，真香！来。SSR， 哦，这个维尔提尔维安，赞赞赞赞赞！开局就这么香了，他这每个真的都巨乳啊！这个后宫 game 旭哥最爱玩这种啊，以前玩这种后宫 game 都超嗨的，来。放上我们的这个猎人，哎、欸，根本就《龙与少女交响曲》嘛！我靠、啊，感觉超像的，只是直立版而已。好，可以上6个角色这样，那根本就《龙与少女交响曲》超像的。那每个都是欧派巨乳。好，那旭哥就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我们首先点这个画面左上角这个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下方有这个礼包兑换，那点下去之后输入这个 HUNT， 然后按兑换，就可以领到这个1000钻啊，超爽。还有这个1000的进阶石，然后1500个经验点，以及这个10个单抽卡，10抽啊，爽领10抽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大写的 VIP666 按兑换，这有666的钻石，还有这个 SSR 猎人联络卡，哇，这可以自选一支哎，是不是超爽？好，等一下再来用，好吧，用掉好了，拿到这个。芬迪尼，哇，好香的妹子 ，SSR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下一个 VIP 888，大写的 VIP 888，按兑换。那一样，这个888的钻石和 SSR 猎人联络卡，真的优秀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到这个画面的右边有一个信件，信件之后可以领这个奖励，我们就把它全部领起来吧。有这个200钻再加500个进阶石。好，那刚刚有这个 SSR 联络卡，我们把它用一下吧。在背包这边右下角背包点进来之后，点这个可以拿到一个 SSR。那我们拿到这个奥利维亚，哇，香啊！我们的妹子，这是我们拿到的，我们可以切换，换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香啊。然后背景的话，我们换个最近要万圣节，我们换个万圣节的好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太香了，
这个欧派赞赞赞，100分。好，那旭哥来推荐啊，这游戏的 T0 神角推荐。那这次糖果莉莉亚绝对是必推的 T0 神角，这次是 MR 的角色，那 CV 是幽木碧。那这次有非常好用的这个 AOE 的技能组啊，它可以打这个四名的随机敌人，就可以打到大多数的敌方，那造成 160% 的攻击力伤害，还会使这个后排还可以减速哦，敌方后排可以减速 15%， 这个4秒钟的持续时间，非常好用的这个大招。那练到满的话呢，好像伤害会提高到 220%， 然后这个敌方减速会变成 35%， 然后持续变成8秒钟，这个练满非常强势这个大招。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天赋，天赋练到满的话呢，会向这个对手发动攻击，造成这个 140% 的伤害，而且可以无视防御。然后当这个全体敌人存活质量大于4的时候，还会增加自己的怒气啊，可以让自己更容易放出大招，真的超强，这个超神的招式。所以这个 T0 神角啊，这个幽木碧的这个 CV 啊，糖果莉莉啊，绝对是必抽的这个神角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抽出来啊。好，那最后来抽一下这个转蛋好了，跟大家同乐一下。来，中什么角色呢？看一下，都是 RSR。哦，妹子都好香哇，巨乳，还有这个萝莉平乳也不错。UR 中一个 UR， 不错。这个加纳亚，这个抽卡率还蛮高的嘛，蛮容易中的。那我们继续抽个10连好了，开局就免费抽个几十抽，给他爽一下，快速翻牌。好，又拿一些这个转蛋券继续抽啦，爽抽一下。好，再来10连。来，那最后呢，用单抽的好了。哇，所以开局大概抽了大概60抽左右吧。好，那我们开局呢，拿到这个8只 SSR 加2只 UR， 等于是这个10只 SSR 以上的角色啊，开局就免费入手了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分享给大家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